好、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咳咳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们发心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就听啊今天的课，然后大家咳咳啊静静的修心啊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嗯，接下来啊，我们就听今天的课，继续讲啊、呃、这个人生难得。嗯。 那么人生难得的这个重要心啊，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法啊,啊？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嗯，还有呢，这个慧灯之光啊，第二里面呢也也讲过啊啊，还有苏达吉堪布也讲过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眼角啊，这个应该有光盘啊，网上应该都应该都可以下载的。 啊、呃，然后我们也可以可以听，嗯，呃，还有我们以前讲的啊，我也以前讲过这个四加心和五加心，然后这个四加心的这个，啊、呃，不是讲的很很细很,很详细，但是呢，也可以啊、呃，也可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习，啊、呃，这些都是我们的学习的资料啊、呃。我们首先啊、呃，修这个前清的时候。 首先啊，把这些修心的方法啊学好啊，学好了以后呢啊，大家去修、啊，最终啊，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啊，不是文思啊，不是学习，而是修心啊，在这个这三个当中啊，文思修这三个当中呢。 啊、呃，最重要的就是修心，嗯，但是我们啊、呃，在这个之前啊、呃，讲过很多次，如果没有文思啊、呃，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修，所以呢，也啊、呃，不是不需要文思啊、呃，也要要要文思，要学习啊、呃，但是光是学习啊、呃，我们咳咳最后我们的烦恼啊、呃，不能不能解决，嗯。 啊、呃，比如说一个舞蹈演员或者是一个体育运动员啊，比如说他在训练的时候呢，这个动作怎么样去做？他在理论上啊都知道了，都学会了，但是呢啊，因为他还没有训练啊，还没有锻炼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他他他在心里知道这个怎么做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身体啊做不出这个动作啊。 知道这么做，但是呢，做不出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啊排练啊，或者是他的训练啊不到位啊，所以做不出来啊。同样的，我们修心也是啊，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啊，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就是做不做不到。那、啊、做不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训练啊，没有训练，所以啊、呃，做不到，还做不到。那、啊、所以呢，我们啊、呃、首先要去学习啊，要去学习，学完了以后呢，啊、呃，要去修，嗯咳咳，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啊。那么第一个，我们在这个之前也讲过了，首先我们要啊。呃 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的，嗯，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啊，否则的话，我们啊不去珍惜啊这个机会，不珍惜，嗯咳咳，不珍惜，那不珍惜以后啊，我们以后这个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呢？ 啊、呃，那有没有再再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就非常的难啊、呃。所以呢，首先要知道这个人生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啊、呃呃，需要有一个呃这样子的这个修心啊、呃。所以我们要修人生难得。那么人生难得啊、呃，这个三十七种啊、呃、思维的方式当中啊、呃，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八、呃、个。 呃，仙侠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个四个圆满啊，把仙侠和是圆满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把闲暇啊，它是反面讲啊，是圆满是正面的讲啊，正面和反面，嗯，也就是说，八个闲暇呢，就是说啊，我这一次呢啊，不是地狱啊，不是饿鬼。 啊，不是这个旁生，如果是恶鬼的话，没有机会啊；如果是地狱的话，没有机会。如果我是，一个啊旁生，一个动物的话，也没有修行的机会啊。但是这一生啊当中我，我这些我都不是啊，又不是长寿天啊，又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去思考，这个就是从反面的啊。然后呢，正面的呢啊，就是说啊。 这次这一次，我不但是不是地狱，不是这个恶鬼，而且啊，从正面的啊，我比如说这一生当中呢，啊，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条件啊，学佛的这些条件啊，就是有十个条件是比较代表性的条条件啊。学佛修心需要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十个圆满。 啊，四个圆满就是十种条件，十种学佛的条件，就叫做四个圆满啊。那这四个圆满呢，就是代表性的啊，代表性的这个条件啊。学佛有很多条件，这个，这几个是最关键的条件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先学啊，学完了以后呢啊，然后啊要去思考。 啊，思考的方法，这里面讲的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普先生是眼角，啊，这个里面呢也讲也也讲过，啊，但是呢，我们前几天呢，这个除了、呃、比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里面讲的还要详细一点的，还要还要更加的具体一点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前几天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这个书里面讲的不是什么的具体啊，这些内容全部都有，但是呢。 这个思考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呢，啊、呃，怎么样去思考？这个有些时候呢，啊、呃，我们还要要更加具体一点啊、呃，大家就明白。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初学者，大家都是刚刚啊、呃、开始啊、呃、修加薪啊、呃、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需要一些有些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讲明白一点。 啊、呃，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做啊。那么这些内容呢？这些书上都有，但是书上啊、呃，它不一定啊、呃，所有的这些呃都在这个书上讲啊。书是需要有人去讲啊。如果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书里面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书是我们没有办法传，没有办法讲讲什么呢？已经都讲完了啊、呃。所以书里面。 它不一定讲的特别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啊，一些它的这个一些这个内容啊，核心的东西呢，书里面讲的很清楚了啊。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思考这个呃呃八个闲暇当中的每一个啊，每一个都要分三个的阶段，先去思考这个，比如说地狱的痛苦，然后呢啊，第二个就是去思考啊，我这一生当中呢。 我不是地狱的众生，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所以我一定要啊，一定要去修心啊，就是这样子分三个阶段。然后呢，第一个，第一个，这个啊，比如说怎么样去思考地狱的这个痛苦呢？然后呢，我们又分了四个方面啊，这个四个方面分这个四个方面四个角度去思考的这种方法呢，其实书里面也有的。 啊，书里面也有。那这些我们每一个都要去思考啊。那么思考的时候，啊，思考的时候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十个圆满啊，十个圆满是我们的十中这个条件啊。那么十种条件这一个一个我们都要去思，要要去这个思维啊。第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嗯。 第一个是，呃，人生啊、呃，人生啊、呃，活的人生，嗯，啊、呃，前几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啊、呃呃，这个啊八、呃、个仙侠啊、呃、当中讲讲的都是人生的啊、呃，这个翻免啊，比如说低语啊，这个恶鬼啊、呃，然后就是，啊、呃。 啊，这个东吴，还有长寿田啊等等啊，讲了很多这个人生的翻面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用正面的啊，正面就是说啊，现在我们思考的是，我具备了啊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就我因为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个人啊，所以我有啊这个听经闻法。 啊，闻思修行，也就是说，呃，因为我是有，因为我获得了人生啊，所以啊，我有机会学习佛法，有机会修心，有机会打坐，有机会成佛啊。那么，咳咳这个闻思修成佛，学习他们的啊条件，主要的一个条件是人生啊，是人生。那么这个条件啊。 我有了啊，我已经有了这样子的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呢，啊，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众生啊都没有这样子的条件啊，啊，没有这样子的条件，有无数个这个生命都是没有这个条件啊。那么我就有这样子的条件啊，我具备了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条件。 啊，这样子去思考，思考的时候呢，具体的方法啊，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样，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去啊，去这样呃，可以这样子思考啊，我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呢，有无数个生命啊，没有这样子的条件，只有这种条件的啊，有这种条件的。 这个呃，这个众生啊，在这个地球上呢啊，只有七十亿啊，只有七十亿个啊生命才有这个条件啊。他们是人啊，但是光是人还不行的啊。下边还有还有其他的，但是首先就样，讲人生啊，只有七十亿生命啊，才有这个机会啊，才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呢？ 那就是，这根本就是说不清楚的，这根本就是无数的啊，无数的生命啊，根本不是七十亿，无数的生命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咳咳。首先，这样子我们去思考，没有这些，没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啊。那么这些众生啊，他们没有办法学佛，没有办法听法，没有办法打坐。 没有啊、呃，没有机会这个持节、守节，没有机会这个修禅定啊，没有机会学智慧，这些所有机会都没有啊、呃。那么，如果我是啊、呃、其中的一个众生的话，那我也跟他们一样啊、呃，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机会。但是呢啊、呃，这一生当中我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嗯。 这样子去思考啊，我们讲的都是比较啊啊，就是一个、嗯、简单的啊，然后不是不需要太展开的讲啊，然后大家都知道，因为方向啊这个思维的模式指导了以后呢啊，在这个基础上大家都可以展开的去啊思考，嗯啊咳咳，比如说我这一生当中没有这个人生的话。 那我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会有这个这样子的机会吗？有听经的机会，有打坐的机会啊，有学佛的机会，有念佛的机会等等，这些都会有吗？啊，这些都不会有的啊。那么这么多的众生都没有啊，这样子去思考第一个阶段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啊去思考啊。那么我这一生当中。 有一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有了这个条件啊，那么这个条件啊，深深地体会到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来之不易的啊，就是去思考这个第二个啊，然后第三个阶段呢，然后我们就去思考啊，因为我有一个这么啊难得的这个条件啊，这么多的终生。 都没有的条件啊，我已经有了，那么有了啊，那我不应该啊浪费啊，我不应该浪费这个条件，我不应该啊错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我一定要啊做到人生啊有意义，我一定要努力修心啊，一定要自利利他啊，我一定要自利利他啊，因为这么多的众生都是没有机会，那我又。 这样子的机会，但是我也就是啊、呃，一个短暂的几十年当中有这样子的机会，以后我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呃。以后呢，我也要、呃、也许跟其他的，除了这个地球上的啊、呃、七十亿啊、呃、生命终生啊，呃,以,呃以外的这些终生一样啊、呃，呃，再过了几十年以后呢？ 有可能我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我也就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有啊！我也不要以为我永远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我死了以后再回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机会啊！这个不一定的。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做的比较好啊，那这样子呢，有可能生生世世都会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修心啊没有学佛这样子的话，那虽然这一生当中是有了这个是过去的福报，但是呢下一次啊又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难说啊，很有可能啊这这一次啊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呢。 啊，然后就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很有可能的啊，所以我就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啊，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我要赶紧啊去这个修心啊，要立即要去修心啊，这样子，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思维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在我们的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啊，它就是成为一个。 很强大的动力啊，很强大的动力。以后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啊。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啊，大家都是一样，都是人啊。有些时候也携带啊，三暖啊，大家都也喜欢去玩啊，不太想修心这样的这样子的事件一定会有的啊。咳咳 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一想到这个人生难得啊的时候呢，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这是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动力啊。这样，因为这么难得的机会，所以呢，啊，我再累啊，再忙啊，再怎么样啊，也得要去修心啊，也要去修心，就到时候一定会啊，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力啊。所以呢，这些。 基础的这些，呃，这个修心啊、呃，看起来很简单啊、呃，很简单啊、呃，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啊、呃，它的作用在整个我们学佛修心的过程当中，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啊、呃，这个作用很大的，所以呃，必须要修，千万不能忽略。 啊，这些基础的修法，如果我们这些基础的修法不修，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以后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结果啊。所以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圆满，就是获得了人生啊，获得人生啊，这个也就这样子分三个阶段去思考啊，每一个的后面，啊，每一个思维的最后就有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啊，我一定要去修心啊，我一定要这个啊、呃，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一定要珍惜啊这个机会。这个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思维的后面啊。我们前几天介绍过这个三十七种啊思维的方式啊，三十七种思维的方式。 的这个思维的啊、呃、这个结论啊，每一个这个思维的后面的这个结论是啊，我一定要啊，要要做到啊，人生啊有意义啊，不能荒废啊，这个人生，嗯，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样子我们反复的去修啊，反复的去呃修，大概就是修三个月左右。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 没有修之前和之后是会会一定会有一些一些变化啊。那么修了三个月以后，是不是不需要修了？这个修行是不是已经很到位啊？这个不一定的啊。但是呢，我们暂时啊，暂时就是啊，先修三个月，然后呢，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啊，有时间的时候呢，随时随地都要去修。但是暂时。 啊，可以这样子，在三个月当中啊，三个月当中每一天大家尽量啊，尽量的就是安排多一点的时间啊，安排多一点的时间去修。人生啊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啊，出生在中途啊，中途就是我们上前几天讲啊，前几天讲过，前几天讲的是，这、呃、如果出生在这个。 啊，我们如果出生在这个边缘地方啊，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啊，那就是没有条件。这个是反面讲的啊。现在是正面的讲啊，就是我出生在这个啊中途啊，中途就是有佛法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啊，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有了这个条件了。如果 啊，没有啊，没有出生在这个中途的话，就是如果没有出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这样子的话，那虽然是虽然是人生啊，虽然是获得了一个人生啊，但是呢，人啊也人啊，这个我比如说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就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啊，如果出生在这样子的地方的话，那也就是。 没有勇啊，虽然是人啊，但是呢，还是啊没有机会，没有这个，啊，仅仅是人，仅仅是一个人啊还不行，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呢，还要还需要其他的很多的条件啊。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啊，就出生在中途啊，出生在中途，这个是第二个条件。然后这个思维的方式呢？ 啊，我们也就跟刚才的一样，分三个阶段啊，去思去这个思维啊，去思维，因为这个大圆满的千心啊，普线上是眼角啊，这个里面呢啊，讲的比较啊，比较全面啊，讲的比较全面，还有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些书里面讲的比较全面的，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啊。 都学啊，学完了以后就去思考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就是、嗯、第三，我们前几天我们啊讲过一个这个嗯，这个不线下当中啊有一个啊聋哑人啊，就是啊聋哑人和这个执掌的啊有执掌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啊，并不是完全不能学佛，还是可以学，但是呢。 还是会有一些啊、呃，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有一些这个缺陷啊、呃，所以呢，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也应该怎么讲吧，应该是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嗯，咳咳那么我们啊、呃，绝大多数的人呢，啊、呃，也啊、呃，不单是不是啊、呃，营养人，而且我们啊、呃，有了啊、呃，这个条件，有了什么条件呢？无更啊、呃，无更无更。 具五根的功能都是都是都是具备的啊，眼、耳、鼻、舌、身，尤其是我们的心啊，心啊有这个啊、呃、去学习修心啊，还有这个去吸去去学习佛法的这个能力啊、呃，有能力。比如说我们的眼睛也能够看到佛像啊，也可以看到书。如果是盲人啊，如果是盲人。 啊，现在有盲文，还有电脑也可以帮他读，啊、呃，但是呢，这个有眼睛和没有眼睛还是不一样的啊，还是不一样。自己看书啊，等等，也如果对，如果是一个盲人学佛，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啊。那我们不是盲人，那么看得见字啊，可以看到佛像啊，可以看到书，那这也是一个，呃、也是一个条件啊。还有就是耳朵能够听得见啊。 完全听不见的话，那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学佛就有很大的困难，嗯、啊，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呃、也不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的无根齐全，啊，不但是无根都没有问题，而且主要的就是啊，衣食啊能够接受啊，能够接受，能够这个。 接受佛能够理解这些佛教的这些内容啊，不是智障的，没有智障啊那、啊、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条件呢、啊，就是作为、呃、以学佛啊，其实就一个人要真正要去啊去学佛的话，那就要具备太多太多的条件啊。我们之前啊，大家都没有去这样子去深入的去思考啊。 深入的去思考，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觉得啊，我们学佛的这个是一个很很很不容易的啊啊。但是这样子，我们深入的去思考、详细的去思考的时候呢，啊，就才发现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要真正就是有一个学佛的机会，那就是要要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条件。 啊，客观的条件、客观的因素，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前世的、现在的、未来的啊等等，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条件啊，要需要有太多的顺缘啊，需要离开太多的泥泥缘逆境啊，这样子以后呢，才有这样子的啊今天的这个机会啊，特别的不容易。咳咳这个第三啊。 也就是我们像前面讲的那样子去分三个阶段啊、呃，去，比如说啊、呃，比如说啊、呃，自己是一个啊、呃、聋哑人啊、呃，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学佛有多不方便啊、呃。如果是一个残疾人不能走路的话，那我们当然通过网络、通过电脑也可以学习啊、呃。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要到到某一个地方去求观丁呢。 啊，去学佛，像这个像面对面的去受接受观听，观听时不可以通过网络啊啊，就是有些戒律啊，比如说居士戒这些戒律啊，也就是不能通过网络啊，必须要面对面去受。那这些啊，如果如果不能走路的话，那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啊啊。那这也是一个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如果 如果不能走路啊，那也就是我们的学佛啊不圆满啊，学可以学，但是不圆满啊，要克服太多太多的困难，嗯，然后我们的耳朵听不见，聋哑人，那么也就是也可以学，但是呢也不圆满啊，眼睛看不见，可以学，但是呢，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啊，有太多的这个困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执掌啊。 啊，这是最大的问题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佛是什么，佛教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就就有有根啊，有更大的这个啊，这个啊困难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都没有啊，这些都没有啊，可以很顺利的啊啊学佛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嗯，就是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特别不容易的啊，十八个这个仙侠啊，那么呃该没有的都没有，该有的都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呢，啊，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轮回的过程当中啊，是很罕见的啊，很罕见，不是经常都有的，特别特别难得的，嗯。 所以大家必须要认识到啊，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我们认识到了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啊，不会啊，不会浪费啊这个人生，嗯，不会浪费人生的。<coughs> 到时候我们啊自己去浪费人生、浪费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自己会提醒自己的。所以这些都是啊特别重要。我们。 大多数的人啊、呃，不觉得这些都有那么难得啊啊、呃呃，不知道啊、呃，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呢啊、呃，他们啊、呃、浪费了人生，也不觉得是浪费啊，不觉得是浪费啊，大家都说只要开心就可以啊，开心当然不可以啊。 只要开心就可以那当然不可以呀、啊！开心的事情很多很多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开心的事情。但是呢，每个人都觉得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那这样子的话，啊、呃，这个就是煞到阴王，很多人也开心的呀，啊、呃，所以这个不能这样子的。所以很，我们首先就知道啊、呃，这个。 呃，人生啊、呃，非常的不容易，生命是非常不容易啊、呃，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是不容易。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不重要，在这个学佛的这个团体里面啊、呃，这个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呢，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啊，有有这样子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幸运的啊，每个人的这个这个机会，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啊不容易的啊，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人生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生啊，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完美的东西啊。 不理想的地方都有，但是呢，从学佛、从修心这个角度讲啊，是很理想的，是很完美的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就是我们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遇到一些啊，就是鸡毛蒜皮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又很不开心呢啊，然后就是。 呃，有很很啊、呃，这个把自己搞得很烦恼啊、呃，很痛苦啊、呃。其实这些都是，都是因为我们看得很短啊、呃，我们看到的东西呃太少啊、呃，我们看到的这个范围啊、呃、很小啊、呃。就是讲这个呃，就是说树目春光啊、呃。这个就是就像就像。就像 就像这样子，我们看到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特别特别啊、呃，特别的有局限性啊、呃。我们看到的、知道的东西特别的少啊、呃，所以呢，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啊、呃，什么也追求啊、呃，就是我们的理想，也就是也就是这个这个出出了这个吃喝玩乐啊、呃，这个啊。呃 现实生活以外啊，我们就想不出什么，就跟冲高的啊，跟冲高的目标，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啊。有了我们学了佛以后呢，啊，学了佛以后呢，然后我们真正的知道太多太多，然后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界啊，才知道啊。就像我们过去没有科学的时候呢。 我们地球上的人的啊，所知道的、所了解的啊，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所了解的特别特别有有有限啊，特别有局限性。然后呢，很多也就是错误的啊，嗯，错误的。那么，然后正确的这个这些啊人师啊这些知识也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有限，啊，非常有限。那么。 现在就是有了科技以后呢，然后我们啊，一看到了这个地球，一看到了太阳系，尤其是看到了这个整个的银河啊，然后有成千上万的银河的这个太空宇宙哦、啊，一看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特别特别的渺小啊，我们知道的更加更更加的这个渺小，其实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以前不不怎么认为啊，我们以前认为我们知知道很多啊，但是科技也就是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一部分而已。然后比如说一些呃精神上的东西啊、呃，还有就是生命的一些呃一些这个呃生命的我们的人的生命或者众生的这个生命的一些奥秘啊、呃、深奥的东西呢，科学啊。呃 目前至少目前也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佛啊，这个问题，佛学的智慧啊，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coughs>。所以科学啊，有了科技以后呢，给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知道我们很渺小啊，我们不知道的特别特别的多。嗯，然后呢，学佛以后呢？ 也是一样的感觉啊，给我们大开眼界。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所谓的现实生活啊，所谓的这个世界宇宙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官的范围之内啊，我们只知道这一点啊。然后我们的感官借助不到的这个时间，借助不到的时间和空间啊。 那就是特别特别的啊，特别特别的大啊，就是,是无边啊，无边无际的啊。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的就就特别特别的少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就啊要看得远一点啊，看得远一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啊，我们也才会有一个。 啊，有一个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计划啊，我们的过去的所有的人生的计划，就是这个这这这么十几年啊，就这么十几年的计划。这个十几年以后呢，我们没有计划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嗯，然后学了佛以后呢，啊，然后让我们发现啊，更多的啊，更多的空间。 让我们发现啊，就是更多的未来的路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就学啊，就从这个佛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啊，这个未来的这个漫长的路怎么走啊，然后呢，一生又一生的这个生命轮回啊的这个当中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啊？那么这些都我们学了佛以后就知道了啊，学佛以后才知道这些，所以。 啊，我们，啊，就这个啊，一稍微这样子，稍微看得远一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会啊，有这个有一个可以建立一个啊崇高的目标啊，崇高的目标就是学佛解脱啊，这样子的，这样去思维，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好、啊，这是第三，然后呢，第四啊，第四就叫做这个。 呃，娱乐圆满啊，娱乐是什么呢？娱乐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些人啊喜欢学习啊，有些人就是喜欢玩啊，有些人喜欢体育，有些人喜欢其他的啊，就是这些就叫做娱乐啊，每个人的娱乐啊,咳咳啊，也就是每个人的爱好啊，那么。 爱好是颠倒的，有些人的爱好是颠倒。这个里面佛经里面就叫叫做业绩啊，业绩是什么意思呢？实实际上啊，业绩这两个字翻译了我们现代语言的话，实际上就是生活和工作啊，这些叫做业绩啊，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啊，然后我们的工作所作所为。 啊，这些叫做业绩啊，所作所为叫做业绩，嗯，也就是爱好也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啊。那么电道，电道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有些人呢，啊，就是先天啊，就是喜欢打猎啊，喜欢打猎的，他的爱好是什么呢？就是打猎，他的工作也是打猎啊，啊，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 渔民啊，就捕鱼的渔民，打猎的猎人啊啊等等，有些一些有有些人呢啊，其他地方呢可能也就这种情况比较少。比如说印度啊，在印度历史上逐渐的，就是把这个人类的这个四种阶级啊形成了以后呢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 呃，不是他的父亲干什么，就是父亲的职业啊，他的职业，他的儿子也就继承他的职业啊。父亲是猎人，那么他的儿子也是猎人啊。现这个、啊、印度是这样子，他们的历史啊。但是最早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这样子啊，最早的时候都不是去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啊。父亲是猎人，但是。 儿子啊，他有可能是一个音乐家，有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啊，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子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爱好啊。但是呢，像印度呢，就就后来印度的历史就发展成这样子，就是父亲啊啊的这个职业啊，然后他的儿子要去继承这个职业。 那也、嗯啊、也就是说，父亲干什么啊？他的儿子就是干什么？那么他们一代一代都是要就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有些有些小孩啊，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注定啊，他是当猎人的啊，他是当屠夫的，当妓女的，当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这个颠倒的啊，就是这种这个叫做颠倒啊，野鸡颠倒，一般是这样子，嗯。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比如说职业啊，职业的屠夫啊，还有就是职业的这个猎人、渔民啊，把这些就是杀到淫王，作为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工作的啊啊，这种人就叫做业绩颠倒啊，业绩颠倒就是这样子，工作他的工作是专门去啊，专门去杀啊，或者是专门去。 头啊，煞道淫王啊，就是这样子的这这个工作啊，或者是经常在这个煞道淫王当中生活，生活在煞道淫王啊咳咳，这样子的这个特殊的人啊，叫做颠倒啊，以及颠倒，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会有煞，有道，有淫王啊，都会出现的啊。 <coughs> 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职业啊。然后呢，每一个人的工作也啊不一定完全能够啊远离杀到银网啊这个这工作当中会啊会接触到这些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他的职业啊，不是他的职业，只是偶是偶尔就会。 啊，幸会遇到的一些这样子的情况，但是这个都不是他的职业啊。把这些杀到鹰王啊，当做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工作的啊、呃、这样子的人啊，一般就是这个叫做这个也这个，啊、呃、啊、呃、业绩颠倒啊。然后严格意义上讲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啊、虽然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啊，职业的屠夫、职业的这个啊渔、呃、民啊。 这样子，但是呢，啊、呃，他平时都是非常喜欢打猎的啊、呃，他不是职业打猎，但是呢，很喜欢打猎，很喜欢杀生的，啊、呃，等等，哦、呃，这这些，呃，就总而言之啊、呃，很喜欢他的娱乐，他的爱好哦、呃，就是杀到鹰王的这样子的人，叫做业绩颠倒啊、呃。我们普通人，我们凡夫，每一个人都会。 都会遭罪的啊，都会遭罪啊、呃。但是呢，这个不一定他，他不一定是他的爱好啊。有些时候就是无意当中，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或者是偶尔啊，就是会杀到银王。但是呢。 这个不是他的爱好啊，不不是他的爱好。一般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呢，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印度的这个，这种过去的他的这种风俗啊，那这个是跟他们的文化啊有关系啊。那么有些呢，啊，跟他自己的前世有关系，比如说啊。 当地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风俗习惯，没有这样子的文化啊、呃。但是呢，他自己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啊、呃，他的爱好就像打鱼,、呃这个啊、鱼啊，这个打猎呀、捕鱼呀啊，然后就是杀生啊、呃，就是他自己就是就先天就有这样子的爱好。那这个是他的国上一世啊、呃，他的上一世有关系啊、呃。这种人。 就叫做业绩颠倒啊！如果我们啊这一生当中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呃，没有办法学佛了啊，他就经常都不想学佛了，他的爱好就不是学佛啊，就是要杀到阎王，他没有这种学佛啊、念佛啊、修心呢、啊，他不感兴趣。 啊，根本就不甘心去他甘心去的就是杀到阴王啊，这就没有办法学佛了。嗯，其他的条件都有了啊，这个只要这个条件不具备啊，那也就没办法学佛了。只要只要有一天他把这个是爱好放弃了啊，那就可以可以可以重新啊开始啊，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学佛。这是第四啊，然后这样子的人是成千上万的，特别特别的多。 多啊，那我们要去思考这些。然后第五个呢，啊，呃，这个心性啊，信仰啊，信仰的圆满啊、呃，信仰的圆满呢，就是我们啊、呃，比如说前面的这些啊、呃，都啊、呃，前面的这些，比如说他也是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五五五五根齐全的啊、呃，然后他的。 这个也不是一个职业的这个啊、呃、猎人啊、呃、渔民啊、呃、这些都不是前面的四个条件都有了啊、呃，但是呢他没有信心啊啊没有信心没有信仰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唯一这个不具备了也就不会学佛的啊、呃、就不会学佛。 任何一个事情啊，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啊，都关系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跟跟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有关系的。嗯，只要这些客观的因素当中啊，有一个不具备，那么这个事情啊不会发生。同样的，学佛啊，就有这么多的条件啊，这些条件当中一个不具备，那我们没办法学佛了啊。这样子，好，这个这五个啊，这五个叫做。 自圆满是自身的圆满，自身的圆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啊、呃，人是人生啊、呃，然后就是这个无根七圈，这些都是自己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啊、呃，所以叫做自圆满啊、呃，自圆满。然后接下来的五个呢，就叫做太圆满啊，他、呃、圆满。那么这个无，这五个呢，同样也是。 我们的学佛的这个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呢，都是客观的，就外在的条件，不是具备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条件啊，就是都是外外在的条件，都是外愿啊。那这五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佛出世啊，如来出世，嗯，如来出世啊。我们前几天这个八仙侠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出生在啊佛不出世的不出世的时候啊，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学佛了啊。这个是翻面讲的啊。现在这个就是正面的讲啊，正面讲我们啊，就是正好啊遇到了我们的这个这这一这一生啊，正好遇到了这个佛陀啊，佛陀出世出世啊，释迦牟尼佛出世。 嗯，呃，正好遇到了这个佛出世啊，佛不出世的这个时间啊，特别特别的多。嗯咳咳，然后佛不出世的这个整体来讲啊，这本书里面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里面讲过，这个整体啊，就是呃，这个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历史啊，来讲啊，来讲。嗯啊来讲 那么这个里面呢，佛出世的这个时间，嗯，时间呢，比佛不出世的时间啊少、嗯、啊少得多啊少得多啊佛佛出世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多的啊？很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没有佛的啊，都是没有佛，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不但是佛出世啊，而且佛说法啊，佛转法轮，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嗯，如果佛不转法轮的话，虽然是释迦牟尼佛啊啊、呃呃、这个诞生啊佛出世，但是呢，佛没有传法啊、呃，那就这就是也没有用的。比如说啊、呃，释迦牟尼佛。 呃，当当当，当这个悉达多太子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是一个呃，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呢，啊、呃，然后佛出生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啊、呃，这个很特别的啊、呃，所以呢，就是金方呃金番王就邀请了一个有神通的这个婆罗门啊、呃，有神通的人啊、呃，让他来看一下。 这个他的儿子啊是特很特别的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婴儿。那么这个到底他未来是一个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让他来看一下，这个让有这个神通的人来看一下啊啊！看了以后呢，啊这个人有神通的人就看到这个小孩啊，以后呢啊，他就他就哭了啊。这个有神通的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啊，这个这个老人家啊，哭了啊。那么他为什么哭了呢？国王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就说：“啊，这个儿子啊，以后就会成佛的啊。成了佛以后呢，他会呃转法轮啊，讲经说法，然后会度无量的众生啊，无量的众生。嗯，那么国王就是说，那你为什么哭呢？”他说。 就是我就干不到这个时间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是一个婴儿啊啊，还要去啊二十二十九岁以后呢才去出家，然后就修行六年啊，三十多岁以后才这个转法轮啊。那么他说他赶赶不上这个时间啊，他觉得很遗憾，他哭了啊。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啊，释迦牟尼佛虽然是出世。 出世了，他亲眼看见佛陀了，但是他没有听到佛，没有听到佛的这个法啊，听不到佛的法，有这样子的人呢，有这样子的成千上万的人，就是我们前几天啊、呃、讲的，就是科学家的一个不太全面的，啊、呃，也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就是这个猜测啊、呃、估计，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啊、呃、这个。 呃，出生、死去，已经死去的人啊、呃，都有一千多亿人啊一千多亿人啊、呃。那么一千多亿啊、呃，现在我们就是正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才七十个亿啊，才七十个亿啊、呃。那么一千多亿的人，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那么这么多的人啊、呃，这么多的人当中呢？ 真正能够能够这个，呃，听到佛法的人就不多了啊，不多。所以，呃，就虽然是佛在，但是呢，佛不转法轮的话，那我们也就是啊，听不到佛，没有机会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啊，啊，佛法注释啊，佛法注释就是说。 如果太早了啊，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如果来的太晚了啊，那么就是佛出世了，佛转法轮了，但是呢，没有佛法了啊。这个时间已经佛法就已经消失了，不存在啊。佛虽然是佛，啊、呃，转法，但是呢，我们前几天讲过佛佛呃这个一般的说法啊，显宗里面讲的。 一般的这个说法呢，佛教就是啊、呃，就五千年啊、呃，五千年的这个啊、呃，时间。啊、呃。如果是五千年以后啊、呃，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呃，那就是没有办法啊、呃，没有办法遇到佛法，就是这个意思啊、呃，这个意思。嗯 佛法的这个确切的时间啊，不一定是五千年，我觉得不是。但是这个佛教里面讲的，也就是主要是讲的是第一个是先总啊，先总里面的主要是出家人的这个戒定慧啊方面的啊戒啊戒啊就失传了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失传，就是这个意思。嗯，那如果是五千年以后啊，五千年以后我们。 来到这个时间上的话，那呃学佛还是可以学的啊，但是呢，就是也就是啊有些方面呢，这时候已经失传了啊，已经失传了，所以所以我们啊也就是不是很很圆满啊，不是很圆满，所以如果来的晚一点啊也不行啊，来的早一点也不行，正好是佛。 啊，出舍了，也转了法轮啊。虽然佛不在，但是呢，佛法还在，有人，有人，有人传啊。正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啊，那这个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啊，不能造又不能挖啊，正好就是在这个时时时间当中啊。 来到世界，而且就不但是要来到世界，又要要就要成，要获得人生，要无根七圈，要有信心，各种就要具备这么多的条件，才能够。今天我们有坐在这里看佛经啊，大作啊，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咳咳这是第三、第四啊，自如生教啊，就是说我自己就进入佛门啊，进入佛门啊。 如果前面的这些都，前面的这些条件全部都有了啊，但如果我自己不去学的话，那也就是有了也没用啊。全前面，比如说啊，佛出世了，佛转法轮了，啊，什么都有了，但是我自己不学了啊，那就是这些前面的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也没有用的啊。那么这是第四啊，啊第五啊第五。啊第五 如果我想学佛啊，想学佛啊，我自己想学佛，想进入佛门啊，但是没有一个上师，没有一个师父施舍守我们啊，没有人教我们的话，那就是这些都啊，也就是也没有办法。前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条件啊，都具备了啊，我自己也想进入佛门啊，但是没有人给我教啊，没有人给我们教，这样子的话。 那也就是不就是一样的吗？那也就是同样的没有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机会了啊，没有机会。所以这十个啊，这十个叫做是圆满啊，叫做是个圆满，就是十中调节啊。希望大家啊，认真的去思考啊，认真的去思考。啊 我们把这些这些佛经里面的这些讲的这些东西啊，只是看一看啊，然后就不不不认真地去思考，不深入的思考的话，那就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啊，就不会有什么啊感受啊，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嗯，所以大家尽可能的去深入的去思考，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定会。 对我们自己呀、啊、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啊，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一定会有新的认识啊，新的认识。有了这个新的认识以后呢，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什么啊，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啊。这一生当中呢，有些事情啊，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要去做。 啊，这个要去做，因为为什么呢？要要要这要生存在一个这样子的社会里，啊，里头。那我们有些事情呢，其实是不想不想去做，但是呢，还是要去做。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去做。但是呢，这工作啊，有一个重要和次要啊，有一个轻和重啊，轻和重，啊，这个我们会。 到时候我会发现啊，可这个事情可以做啊，但是呢啊，这个不是最重要啊。这个事情我不能不做啊，不能不做。我其实我不是很想做，但是不能不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能不做。但是呢，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次要的工作啊，不是重要的工作、嗯、啊，可以分这样子的轻重啊。然后重要的是什么？最最真正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嗯、啊？ 这些都是跟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有关系啊、呃，有关系啊、呃，所以，我们首先要去了解自己的这个啊、呃、生命的啊、呃，价值，这个特别重要啊、呃。我们很多时候。 哦、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啊、呃、不理想的事情啊，出现一些这个不理想的事情，然后工作上稍微有点有点这个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呢，啊，很多人就觉得啊，就这个啊，活得没有意义了啊，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呀，等等等等啊，就是很多人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很空虚的精神很空虚，所以。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啊，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以后呢，从此以后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呃，工作上、生活上啊，有些时候有有不顺利，而且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呢啊，我们都可以。 啊、呃，愿意面对这些啊啊、呃呃，愿意面对啊、呃？为什么呢？啊、呃，就是，因为因为我们有一个呃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呃，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呢，一些小事情啊、呃，为了这些小事情就不会不会随意的去放弃什么啊、呃，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 更长远的目标，比如说我们要走一个很远的路，而且这个路到达了这个目的地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话，那这个路途啊会遇到一些啊这个困难啊，我们都愿意去面对啊，愿意吃这个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首先要修人生难得啊，特别的重要。 呃，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十八个这个啊呃,呃，这个下满啊，十八个下满啊，就具体的思考思维的方式都讲过了啊。还有两个啊，这个两个这个啊，八仙侠啊，八仙侠，啊、仙侠我们没有讲啊。但是这些都是不是啊很复杂的，这些都这个大圆满的前行。 啊，铺线上是沿交，里面有大家可以看。还有呢，啊，我以前讲的这个，啊、呃，这个光盘啊，呃，这个有光盘，这个里面也有。到时候我们修这个回灯缠禅修的时候呢，也可以，也大家也可以可以可以听这个光盘啊，这个里面呢，这个另外的那个两个把闲暇。 啊，已经已经已经讲已经有讲啊，然、啊、后这个书里面讲的也很清楚的，啊啊、还有苏达杰堪布啊讲这个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线上是演讲啊，从头到尾啊都都讲过了，讲了好讲了好长时间，讲了一两年两三年了啊，那么这些都应该是讲的很清楚的，很细啊详细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听。 sonumdayım tamca zırba ne dönle ne bir denen beldi gelganacı babam da baytı bendzolendo adur jour o mahom banzerengur bamasele